来自无量。
Oh.
今天法会农历7月初一开始，透过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以及大家的大悲愿心，所以希望道场能够清净而没有障碍，所以我请各位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法师他们一下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我会大家再点灯，第三个阶段我会介绍 玄奘大师的发愿文以及回答一些问题，最后我们一起回向极乐净土的发愿文。那今天就是大概这样的流程，请各位翻开34页，也请看幻灯片。我先解释啊，对不起，我是老师，我是习惯先解释，你知道怎么做，待会呢你心才不会匆匆忙忙的。 请给我一个打火机，谢谢。好，请看第34页，也请看幻灯片。今天我很高兴的为大家在讲座第6天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劝发普贤菩萨劝发品结束的时候，带大家点灯。大部分在座的莲友有一半对这个点灯发愿文都不陌生。 但是有些老菩萨还是不太清楚，所以请大家耐心的简单听我介绍。
请看幻灯片。西藏阿底峡在第八世纪，莲花生大士把佛法从印度传到西藏的时候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西藏很不幸，也像中国一样遇到朗达玛灭佛，就是国王灭了佛法。所以，我建议一下好了，可能你要开一下窗户。你虽然不开电扇是怕待会灯熄，可是空气很闷。坐在旁边的莲友，请帮忙开窗户好不好？开一点点，不然待会大家全部晕倒了，二氧化碳中毒。那今天点完灯，我们就全部去极乐世界吧。我想没有那么快哈。好，谢谢各位的配合。所以，那西藏当朗达玛灭佛以后呢，阿提峡尊者被请到西藏。西藏人呢，很虔诚的国王用了黄金，派了所有的人呢，高僧大德来祈请阿提峡尊者。当时阿提峡尊者是印度那烂陀寺的住持，他教很多很多的僧众，他的修持也非常好。可是呢，当西藏对当时相对印度来说是蛮荒的地方，也就是只有 local religion 本波本教，所以大家只是咒术杀生祈祷。最后请阿提峡尊者去，阿提峡尊者其实是很犹豫的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弟子在印度是不希望他去的，因为师父说去了西藏，那我这些怎么继续学佛法跟修持呢？结果阿提峡尊者只好拜谁呢？拜观世音菩萨，也就是他主修的度母。他就很虔诚地修度母仪轨，他说，观音菩萨，这在我人生有很大的分歧点，我不知道该去不去。就到他很虔诚的昼夜呢斋戒，连续七天，观世音菩萨现前了，度母跟他说，阿提峡你自己决定吧，那边的众生是很难度的，你此去假如你决定要去，你会利益无量的众生，但是你会减寿10年到20年，因为当地人会下咒术来害你，所以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吧。这时候阿提峡尊者本来想，我是问观世音菩萨，应该观音菩萨告诉我答案，就观音菩萨丢还给我说，去不去我自己决定。后来他就实际想，我出家就是要利益众生，就是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既然雪域的国家的众生请我来讲佛法，那我应该去啊。人早死晚死都会死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咒术死或是自然的死，反正都会死，那我决定了，他就决定去往西藏。这是很了不的愿心。所以你看这个幻灯片里面呢，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幻灯片的右手边，他带了一个舍利塔，里面装了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，他每天都带在身上。右边的我们的左手边呢，它是有法器、法螺还有经典，下面呢是两位他的弟子。所以他就去西藏，当然他就把佛法，纯正的佛法到次第传到西藏，而且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当然很多人欢喜，但是你最后一定很关心，请问他到底有没有短寿呢？答案是没有，因此他的寿命更增长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当时他在他的石窟，他住的地方，带了快18个人发愿，写了今天这一个34页这一篇的发愿文，也就是他第一次带他的入室弟子一起发愿。那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。再看五台山黄教呢，黄教的前身，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前身就叫做噶当巴。其实宗喀巴大师的教法也是从阿迪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、下士道、中士道跟上士道而扩展出来的。所以伟大的宗喀巴大师也非常赞叹阿提峡尊者。这个是我在五台山一个黄教的寺院所拍到的。接下来点灯与发愿是在大乘佛法很重要的修持，请看幻灯片。在西藏的喇嘛每一个月初一、十五或是佛菩萨的圣诞，甚至在过年的最后一天都会修大法会，为了世界和平，为了正法久住，为了僧伽和合，他们都会点灯与发愿。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带大家
在讲座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明天要诵经的前一天，我们来点灯与发愿，这是非常吉祥跟圆满的。再看，点灯与发愿最重要是你要愿心。愿心就像你的心，待会我们会点灯，我会讲流程。我们的心就像无尽灯一样，由师父然后传给两边的这个 VIP 的莲友，再传给各一组的莲友。所以灯呢，一个一个代表正法永远不中断，这叫无尽灯。在这个幻灯片，你可以看到它点灯的同时，严格说最好还是拿香。不过我们这边不用，因为大殿前面呢，西方三圣已经带大家都供香了，所以待会你要观想香跟灯向右旋转，由像一朵云一样，然后有一个变成三个，三个变成五个，一个变三个，然后前后这样变五个，五个变七个，然后一刹那之间就变无量无边。好，最后我放一张，就是在尼泊尔满愿大佛塔的点十万盏油灯啊，这是非常殊胜的。好，现在请看34页，我先解释一下，待会我会唱六字大明咒啊，就开始点传灯，因为你要有灯啊才能够发愿嘛，所以由我点，然后呢会谢谢佛教青年弘法团的干部已经分工好，然后大家拿到以后请你往旁边点，转过来往后面点，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快。所以先唱六字大明咒，全部唱完以后，然后呢有灯的时候呢，请你右手捧灯，右代表正法，像这样右手捧灯，左手你可以扶着你的这个讲义，然后呢先发愿，发愿的时候呢我念一句你就跟着念一句，所以从发愿文从第七行一直到第十一行，最后 Om Benza Aloge Ahom 这个意思是说一盏灯一刹那会变成无量无边盏，这叫做有一盏变无量盏的无量咒。接下来是唱诵，那在座有一半的灵友都会唱诵，我会放 MP3， 由尊贵的大宝法王的弟子罗卓若杰，一个歌手，这是他的藏文名字，事实上他是华人，是一个很有名的东南亚歌手，他唱的唱诵文，所以唱三遍，最后寄诵就会念最后咒语 Dayata 也三遍，先寄诵唱三遍，所以你会唱的就大声唱，第一遍不会唱的人用听，第二遍跟第三遍你就会唱。好，到 Dayata Benja Jaya Awa Buddha Naya Soha， 这时候叫满愿咒，请你用右手不要转太大力，向右旋转，代表供养一切诸佛，代表一切一切都圆圆满满，这是最后才说的。好，当唱完了以后，我就会拿木鱼唱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我发愿是显密圆融的嘛，所以前面唱六字大明咒，后面唱阿弥陀佛，唱阿弥陀佛的时候呢，就有一区一区由中间往旁边，他们已经准备好盘子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把油灯打翻，听好，打翻的话不是不太好的缘起，所以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把它一个一个传过去，用传的，然后呢这时候你就观想所有的众生都做的大宝莲花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点灯就圆满了，这样清楚吗？各位清楚吗？可以哈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，先唱六字大明咒。我会起腔，然后请这边两边各一位，一位法师过来，然后一位莲友过来，然后其他的干部请排在左右两边。好。Om Mani Padme Hum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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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i Padme Hum Om
美